看到没，这是给他打的这个四连的啊，英特威进口的，你看看这一只，看到没有，看到疫苗都开始爬上来了啊，准备先开始给他打，看看先给谁打。你看这个着急了啊，这是个小弟弟，已经着急了，嘿嘿嘿，先给你打，颠出来，嘿，哎，准备打的时候一定要把毛给它拨开，没什么反应啊，还挺坚强的。你看这个还叫，等一下看看你表现怎么样。来，最后一只，这是个小母狗，还若无其事的样子啊，不知道下一个就要给它打了。你看它的毛属于赤红色的啊，非常漂亮，嘿嘿嘿嘿嘿，急，该你打吧。现在已经打完了啊，还扒着笼子，哎呀妈呀，你看他俩这要跳出来吗，嗯，太厉害了啊，你看这一只多安静，这俩要越狱啊，你看打完疫苗疼得要嗷嗷直叫要越狱了，你瞅瞅马上要跳出来了，嘿嘿嘿，嗯，好啦，今天打疫苗还可以，你看还叫，好啦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